不管是这个还没有拿到身份证的这些新外籍移民妈妈，或是外籍移民配偶，或者是外籍移工，我们今天要在讲说，特别是移工哦，他非常的弱势，他事实上是有缴劳保健保，他们所缴的钱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并不是没有缴费的。而我们现在讲说，很多没有纳入健保的人还要再扩大健保补助，他们有纳健保，那也享劳保，也有人权待遇，那公务预算或者是劳保所花的也不多哦，134人一年平均134人的2-3千万，我想这个东西啊，应该要还给人家一个基本的医疗人权。即使将来我们有一个预期的心理，认为这些人会增加，难道疾管署闭着眼睛不补助，我们就有助于防疫吗？这个其实最后倒霉的还不是台湾人，他又不会只有找外国人去传染，或者是只传染给特定的人，所以其实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因小失大嘛。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外籍配偶的部分，其实我想不是只有亲情嘛，不是只有亲情。那其实外籍配偶的这个整个家庭，或者是外籍劳工的部分，他其实在这边其实都一直有缴纳这个税金哈。还有就是，秘书长刚刚提到，其实他其实在全民健保的体系里面，一旦发生生病，很多这个外籍劳工的处境，大多数都被这个送回他本来的这个国家里面，很少有生病的外籍劳工在这个台湾里面继续待，就是因为他的就医处境非常的困难。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疾病上面进一步的排除，他就隐匿他生病就好了，他就隐匿他生病啊？为什么？因为他要赚钱啊，就我们国家不给他治疗，然后持续在这边，即使2年之后，他也不一定会去承认他有感染到HIV/AIDS， 因为呢，一样，即使全民健保补助了，他的雇主很有可能也因为他不稳定，于是就不让他继续的工作。好的一些的，不管是社会学或者是艾滋照顾团体的代表啊，或者甚至是医护人员的这些的代表呢，来一起来讨论。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都体认到，的确在这部分非常有限的资源情形之下，还是以照顾我们国人做优先。如果还没取得国籍的外国人的这部分的话，那这部分的时候是还是有两条途径。第一条的是，如果有保险的时候是有保险，没有保险的时候，那请你买商业保险或者是自费来治疗。有些国家就像是美国的话，那它这个部分的话是由你自己去买私人保险或自己来做负担。那因此呢，我们在这综合这些的情形之下，我们才会做递出这方面的这些办法，做这样子的规范。那当然呢，当初定办法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说每个族群都想到非常的仔细的这样子考量。那如果说对比像说，外籍配偶啦或什么这些的比较有特殊的这些团体的部分，这部分其实是现在大家就在给我们的建议，集思广益。这部分我们愿意再来做一个回去再努力设法哈。我们2年内要由疾管署负责这件事情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确诊后的2年内积极追踪、积极治疗，他对未来整个未来的后两年之后的所有的治疗会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时期，所以不能够任由患者要不要来治疗啦，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所以把这个责任，国家把这个防疫的责任看得非常严重、严肃，而且认为疾管署要扛起这个责任，所以才要求这个2年内的治疗追踪，还有所有的那个疫情的掌握，都要疾管署来买单。那结果今天的这个剔除这个条款，反而让整个法律立法的精神好是冲突的、违背的，而且是让整个防疫的漏洞是百出的，而且对于治疗的疗程上他是把关键的黄金的这一段时期都给错过了。我想此举真的是非常不妙。这样的一个排除，它所造成的问题是，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生病是在一个地区里面的一个风险之一啊，所以我们有全民健保来保障每一个人生病的风险，或者是说他在遭遇这样的风险的时候啊，不至于啊无法去看医生啊。那50几万的外劳，
其实说实在的，他们真的是健保的被保险人啊，他们也有缴税啊，他们的事实上过去看病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障碍啊，包括语言的障碍，包括经济的障碍，包括很多的这样的障碍。那如果现在还这样子去排除的话，我觉得啊，说实在的，真的是，如果这不叫歧视的话，怎么才叫歧视啊？